我看你我只看你原来你那么爱过我。已经搬，查某住伫这，心的锁匙，只予我，我也替你承揽。我无了解你，亲像你无了解我，只看开听，心吐出大大声。只有那天都开我只管的那个不敢想滚滚的抱死我的小人的天在呀原来你妈妈爱过我我不了解你你不要看我只管我心吐出大大声真的我无法看我只管你感谢滚滚的流水烧热的天知影原来你妈妈爱过我山来对你相爱遐尼多，再用你陪的多。我讲一句话，我一山来对你相爱遐尼多，但伊用你陪的多，愈想愈后悔。我知影你的心内。对我误会，希望你给我机会，给我个小机会，来当搁再挽回，来当搁再挽回。我爱你千万回。哎呀，你的心啊！对我
在等。啊，强的，你又放弃心爱的，不管风雨，也是早起困起，真怪异。拢嘛是代世大事的你，想起你的面容，暗淡的话，有你做阵行，相爱的人，不知今夜有几命，搁再一摆。大声叫你的名。这是最后一摆，大声叫你的名。失败，不免咱来完成。路决定较勇敢，有时天会光，有时天会暗。不敢看你落目屎，因为你是我的所爱。Thank you.
一个较有嘞哈，爱破伞王我哪有看啊？含这来咧翕。
来，干妈。你没笑吗？我弟弟爱跟咱钓鱼钓。哎，鱼钓。我为你付出，为你我甘愿用我为你付出。
其实我拢知。谢谢张小哥的。谢谢哦，谢谢。
等等。 Bye.
村顶，阮的爱囡仔是美丽的海。是你的山，悠长的芳甸，全部多情的落山风，亲像咱的祖先哦，用生命来过台湾。阿婆啊，坐点静行，就到历史的长云，阮的爱囡仔。收藏的机会，这个外面买不到了哦。好，太快结束了。花蕊满像雨，清香的油花会使人醉，亲像阮迄个初恋的姑娘，伊也不愿甲伊。谢谢大哥，谢谢，谢谢你的打赏，感谢，谢谢大哥的打赏，谢谢，多谢，谢谢大姐。祝福各位旅途愉快，身心健康，万事如意。谢谢，我们后会有期。嗨，拜拜。谢谢你。Thank you.
少？八楼水哦，八楼水去哩哦，啊！
啊，那无咱就去楼梯码头遐，啊，伊搭啥码头遐嘛白送，啊，那快紧的就来，啊，那无咱再坐车来，啊，那快紧的白送的去，靠近。一号比较少。来，好，大家首先呐，吼，非常欢迎各位贵宾来到紫外堂，来尊游哦。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来到紫外堂。好，我先直接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罗，我叫做罗忠进，赖长长，好。啊，等下咱规个以外的先请导游我来甲大家做介绍来做服务啊。啊，咱若伫酒店吼有任何问题，唔知影唔捌的，你都会使来问我。啊，尤其了，咱是咪订车对不对？咱就固定坐这台船啊，哦，这台船啊出去，同款这台船啊转，哦，卖去甲坐就坐，一定爱小心，大家爱注意一下吼。啊，上好卖同一个人去行啦吼，你去行就做伙行。哦，做伙上船，做伙落船，安尼吼，人嘛较袂讲走甲，走甲歹去吼。好，啊，咱即摆吼，就正式来，哦，快乐来出发。哦，咱出发时间啦吼，大船一号，大船一号，哦，大船一号，哦，你是咱，哦，这船长，啊，这吼，所以讲我是，也算要准备好来做出发啦。来考到九年的车班，这个条目啊，朝雾码头条目，这是朝雾码头哈，正东。啊，那那是新小队跑来的，差不多差不多，两位同步在三三六六，好，这是在这边，好，朝雾码头，这里要朝雾家，一百现代的，好，好，这是一个好，要未完全做好。差不多啊，吼，差不多嘛，基本做好啊。今嘛工程吼，已经完工啊啦，吼。这是咱主要谈主要大码头，主要谈的码头多些，吼。虽然这些台啊，你啊拢总是做的，咱操作就是那叫做交付，啊，今嘛咱正手边叫做水下，吼，水下码头。啊，过来，咱最新的正手边吼。
好。感觉规个是比较快，哦，不规则的菱形形状形成的。所以咱尊姓的斗手柄，伊就是日头，哦，日头。啊，过来为咱尊姓的正手柄看，一看到了崩着山，对不对？但是你正手柄内底甲看入去，两头合起来，咱就甲叫做日月头，就这么简单。可惜咱伫水面上哦，我从四八向你去，哦，哈哈。一段两头头是分开的，水吼差不多干那七八米，枝把啦、枝连手啦，搁到地嘛，防空甲围好，吼啊围好了后吼，伫这一月两头的交界线顶顶，啊伫咱一段两头的这交界线顶顶吼，伫咱尊姓的正手边，吼头前遮，吼咱尊，我们讲，他那是基于中央系统这个防空的基础。但是伫地当了小岛派去，积分唔少。哦，所以阮管理单位吼，也达到证书，哦，也达到一个关注的目标，无过是伫建设一个建设。所以伫两千年嘛，伫啊两千年时阵吼，正式打出小岛规划吼，阮当地扫毒关注哩。哦，所以阮的扫毒吼，加中心吼，中心加改名，吼改名叫做拉鲁岛，吼拉鲁岛啦，吼拉鲁岛，吼。啊，这个名吼、哦、较无遐好记啦吼，拉鲁岛吼、哦，用力拉的拉，吼鲁迅的鲁，吼拉鲁吼，代表吼、哦、就是靠山尖，吼、哦、咱边啊所看到一座一座，面顶吼拢种野姜花吼、哦，这叫做铺蚕，吼铺伫水面上的蚕，吼伊甲围只小岛一空，主要的做就是去个个吼浪来做冲刷，吼、哦、这就是咱主要咱所讲的这拉鲁岛啦。目前的小岛嘛，无法度去啊。恰恰面顶的环岛嘛，搬树吼，搬伊湾岸上的龙凤宫。咱注意看，岛面顶的树啊，拢是加冬树，就是扫帚关注的个性。正手边看到，这地水面上一白色的鹿啊，石头刻的白色的鹿啊，有看到？小可爱听听，嗯，嘿，小可爱听听，白色的鹿啊，石头刻的。哦，这是你讲吼，阮当地扫帚关注面的一个地龙啊故事。哦，啊，伊是住伫外城这个所在，伊就是较地上的人啊，才来到咱这个城内做事业啦。哦，而且天气时节搁过来不一样吼，有人知影讲，他在扫帚关注面吼，要来咱这个城市去进行，是住伫咱台湾的岛屿。哪里的猪？你的哎，阿里山猪，我看到一块就是阿里山，他今晚阿里山猪还是乖乖，但是好听话啦，习俗无他赶快哦，提升村民素质，好一个利用咱台湾原住民社区，但是吼，两千年以后，咱政府吼重新搁甲四部编排，起码甲整落去吼，甲整落去了后，拢总起码拢总十六种。啊，扫帚排行第十座，吼、哦、第十座，人口即摆嘛非常的少啊啦吼，拢总加加起来嘛无超过八百人，吼、哦，这是扫帚关注面的主灵圣地啦吼、哦。所以目前，像今仔日大家咱会谈的部分，啊，阿姑是扫帚来的，阿妈最正经，有人讲讲咱今仔日啊，阿妈对，真会上台，阿妈对，
叫一个凹处哦，内底有两栋地上建筑物哦，这两栋吼是咱台湾上大的哦抽蓄式的发电站哦，来叫明潭电厂哦，明潭电厂。啊，有两栋吼，表示有两个大闸门哦，啊，利用拍灾的时阵，把闸门拍开，就把咱原来的卡拉水吼，上个月下过来发电机来进行水电的发电。哦，啊，发电了的水哦，地水排掉哦，面积下骹有一个小水库，低啦吼，上低差不多落差两米哦，落差两米，但是就影响着咱原来的运作，因为咱原来变细就大淤积啦。哦，啊，咱因为咱手上来嘛无，所以伫基地迄个所在吼，做大官的一手啦、二手、民湖气功，哦，啊，加上这个民台，拢种辅助，哦，大部分嘛是利用水源的他妈水来进行水利的发展，啊，基础吼构成民生用水啦，吼、哦，灌溉用水、够观光上的用水，哦，多功能性的高山内陆湖泊都是咱的，哦，水利的七大景点，吼、哦。啊，头拄啊就真正安尼一路上介绍过，咱咧各位安尼听清楚无？对啦，会清楚有几分地无？咱即马正主点是金龙，啊吼，即是咱我们头拄啊介绍即韩立半岛个叫做黄龙，即是个双龙体出双龙世界风骨崛起。好，啊，咱再来到金龙个龙海关旁边，咱正主点正好看到个半山腰，哦，即有一个乌石树根个小庙啊。这间庙啊，吼叫做恩公祠，这些景啊，吼是民国44年的事啊。啊，这内底是供奉吼这三宗的这佛像。啊，不过超前吼，会使登高望远来看咱庙啊，吼景色非常的美。但是这距离有点太近了，所以会大家吼来休息，啊，再买台听讲街头艺人唱歌，买台来接受咱庙啊，吼，这著名的阿婆香菇茶叶蛋，就是你去尝。哦，有兴趣的话吼，拢会使去到底来食看卖下来啦吼。捌食过老人，捌食过拢会使啊。咱就准备过来到咱的这个成功市里头，我大家可以来食看看吼。啊，而且泉州嘛，咱大家来一定一个时间啊，时间到了后，哦，咱再做伙，再来咱去办大泉州的景点。哦，啊，而且泉州嘛，咱大家一定一个时间啦吼。今晚我的时间吼，差不多我要一点的45分啊啦吼。咱三十分钟啦吼。咱就加2:15，好吧？哦，2:15，哦，2:15。哎，你知道的本少吼，爱食到半山腰去啦吼。你若讲无真看吼，无真实的话，哦，咱来看咱去后一站，后一站就是在林乡，在最老边去。我呢又真正真正的会看嘛。
七八个人，我这个歌曲呢是我们上个月才做的歌曲，也在做的欣赏这个朋友。你讲没人啊？张亮亮，看我这个，我这我这广告。嗯嗯嗯嗯嗯嗯茫茫看路，行着比别人搁较艰苦。
现场朋友，真的没有，绝对不要忘记把我声音传到台前哦。好，我们剩下桌面的优惠价哦，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喽。那一个寒冷的冬天，依然是自己在屋里翻着你的照片，又在想念，怀念你柔情的眼睛。是那爱笑的脸，想起了过去，你我已经离去。渐渐的冷静，我的心却再次燃起。你用了一杯酒抓住我的心，让我越喝越暖心。独家处女孩是否都很美，能抓住我的心，用满足的声音，熟悉的气息，热情笑容温暖你，脸颊的皱纹说明你真开心，爱哭就是你。Thank you.
烂地啦，看呢，烂地。这个叫落土落沙。如果你要吹下关，你会看老天吗？你吹下关，哎哎哎用生命来过台湾，阿婆啊，坐咱前厅，唱着历史的唱文，阮的爱哪是永存？台湾最南端恒春半岛是台湾的夏威夷，也是台湾的海上活动重镇。这首歌是一首非常优美的诗，阮的爱哪是永存？You
祖先哦，用生命来过台湾。啊，无啊，这点情定，唱着历史的掌纹。阮的爱啦，是永存。这首歌曾经被刊登在《恒春人》杂志，所以这首歌的文学性、文化性都非常的强。谢谢大家的欣赏。
车二十三十五号。啊，你，哎呦，拍谁？